某些网红横店做假群演二。哇塞，做假群演竟然流量这么高，我也要叫上我的好姐妹，现在我就去横店做假群演。老板，我要办两张横店景区的门票。哎，好好好，门票。哎，老板，你店里这个古装的衣服要是租一套多少钱呀？我这儿这些汉服都是50块钱一天，屋子里的汉服你随便选，随便穿。我租一天这个古装衣服。哎哎，好嘞好嘞好嘞。哎，老板，您给我来一份那个群众演员吃的那种盒饭。哦，要一份群众演员的盒饭是吧？行。好嘞，过去了啊，我这给你打包好了啊，我送你一瓶那个饮料，然后还送你了一个煎蛋，我就不收你钱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一会儿拍视频我就假装说我拍了一天的戏，然后导演还特别喜欢我，还给我加了一个煎蛋。嗯，对，就这么说，这样说流量肯定够。嗨，姐妹们，刚收工。今天我在剧组扮演的是一个清朝的小太监，足足拍了一天的戏。这个是剧组的盒饭，导演说了他特别喜欢我，还给我加了一个大煎蛋。嗯，最重要的是啊，我今天是在奔跑吧兄弟剧组，还碰到肖战和王一博了。哇，这个是小菊鞠婧祎给我买的饮料。嗯，也太好吃了吧。